历经一年的等待，公元2020爆款之城卷土重来，重磅升级。172个品牌带来的516件好物，等待着爆款推手的慧眼识珠。今年爆款来了，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物美价廉的实用好物，值得期待。与此同时，由四位明星担任社长的商社即将集结成军。我认为一个合格的社长最需要具备的特质就是慧眼识人，所以我会着重的选择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人群，然后来加入我的这个商社。以我这个 Dylan 的来命名，我觉得挺好的，有一种亲和力，有一种信任感。我平常买东西我会踩雷，所以我来这里我要帮大家扫雷。我本身也很喜欢网购，对很多东西都有话语权，不管是商品也好还是选手都好，希望他最后会真的是成为佼佼者中的佼佼者。除此之外，86组由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爆款推手也蓄势待发，他们将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大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好用产品。各位爆款推手可以选择颜值优等生、我超有梗、金牌卖家、巨能爸爸四个组别中认为最符合自己的标签。 Music 超有梗，像岳云鹏也算是梗啦，因为我平均一句话一个梗，我在里面就是翘楚。我觉得有梗这件事情只不过是能爸爸的其中一部分而已，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巨能爸爸。只有东北人懂爸爸是啥意思，首先这口才得好，所以说我觉得那属于我。颜值组肯定都是很好看的人，然后我要进去就是变得特别一点，我就是搞差异化竞争。颜值不是花瓶，我的亲和力可能会是我的一个优势。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是卖货的，对吗？我自己就是百万主播，我拥有10年的美妆功底，只要我介绍的就是爆款了。我们是专业的带货主播，我们一场双十一要播1000多个商品，那么我们其实要从将近3000到4000个商品里面选出来。标签上的数字代表了推手自己的心理排位。我想选一个11/9吧。那就把1号摘了吧。心里面还是觉得这个数字可能也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吧。我就要 No.1。我就觉得就是一嘛，就是要做就要做那个顶级的。选定标签后，请坐到标签相应的颜色区域。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了？那边会不会拉开？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拉起来，是。然后那边就是货架了。欢迎各位来到2020爆款来了，在你们面前的是集结了全球好物的天猫爆款好物库。太酷了，天哪，真大，然后有好多好多东西，就我眼睛我觉得放光了吧，可能就是不用加特效就不灵不灵唰唰唰唰。接下来你们将会面临严酷的选品考验，爆款推手依次进入选货区，从 A、B 两个区域各选一个品牌放入购物车，即认定选购成功。每位推手的选择时间5分钟。现在请工作人员将我们爆款好物库的所有品牌和产品的序列先发给大家，请各位先行阅读。这么多啊！哇塞，我看的眼睛都花了。啊，选哪个？我都有点搞不清楚，我到底要选什么？因为东西太多了，很多想选的。一直很爆火的一个螺蛳粉，我一定要让不爱吃螺蛳粉的人把他嘴给他掰开给吃。杏花楼这个品牌一定会成为爆款。
接下来将要宣布的是推手进入货品区选品的顺序，从标签号22开始。哇！啊！我要最后了吗？节目组怎么这么没有创意？就一定要给我整个倒叙吗？整个人心里就是非常的无奈和绝望。我就拿的一嘛，我拿的时候是异常的高兴，觉得有一些兴奋，结果不知道后面会有这样的转折。咋整啊？就绝望了，没办法了，就推上车，有啥拿啥吧。22号的推手起立。耶！耶！明月，哇，金月是第一个。天哪！是我拿的22吗？这位数字也太好了 ，lucky 啊，超级 lucky， 我蹭一下就站起来了。请开始进场选货，加油！这个先拿，我可以继续拿。啊，这里。看到自己想选的东西都能选到的时候，觉得开心。Go。罗景文选择了小熊家电和家乐士。草莓酱选择了光明和九阳。九阳已经被选中了。九阳被选走了。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然后我看到九阳豆浆机，哇，粉色就是它了。倒计时1分30秒。闲庭信步，卷心菜选择了贝贝家和尊尼获家。啊，贝贝家怎么一下子被选了？这两个真的是我中意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做酒水贸易的，所以说 Johnny Walker 是我一个擅长的点。好玩吗？有一种真的在逛街的感觉。有请刚刚选择21号序列的推手起立。请四位推手推着购物车进场选货。手机，手机啊！美的，沙克，沙克在这儿，长虹、林内、比一，这 SKG 在哪儿啊？哎，我怎么找不到？呀，我怎么找不到呢？东西太多了，就想找那一个牌子，但我一直找不到。你有看到 TCL 吗？没有。应该是那边吧，你看一下那边。哦，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我想选这个。啊，在这里。方锦选择了依云和海昌。啊！我要选了，他跟我超 match 的这个。张吉俊选择了小米和尤力。哦，小米也选了啊！小米们。哎，在哪儿啊？哎，谢玉大在哪儿啊？我的妈，茶叶在哪儿啊？哦，找着了。我觉得茶叶真的是很有中国代表性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在数以百计的选手当中，这项商品是无人能跟我竞争的，它就是属于我的，我一定要拿到。赵一安选择了谢玉大和 SKG。SKG， 我本来想拿，那是不可能的，我。有请20号序列的推手进场选货。加油加油加油！快跑快跑！因为我那鞋大了，我怕我走不动，我也装不了优雅，那直接脱了去拿，因为我害怕有人把我东西拿走。外星人，外星人，在哪儿啊？我怎么办啊？我找不到。对不起，我真的找不到，我找了5圈了已经。欧派在哪里呀？我找不到欧派，我觉得我迷路了，我在 A 区迷路了。山远山远，别跑太远。不是，我真的找不到，我真的找不到，我真的找不到，真的找不到，找不到。
选货倒计时两分钟。别啊，我找不到号怎么办？我东西被抢走了，我怎么办呢？我就满脑子就是觉得我东西一定要我拿到手。是被选走了吗？没有啊。你要找什么？我帮你看一眼。外星人电脑。外星人电脑在那里。在那边。对对 对, 对。在里面吗？对，那里面。外星人。哦，这，终于找到了，我找了五圈。我的天。对。詹元选择了王丽和美帝高某。好，端罗。可以了。他们肯定不敢卖，因为外星人单价都是20000左右。然后螺蛳粉很多人没有吃过，他觉得很难卖，因为很臭。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产品就是一个比较高端，然后一个比较接地气，打在一起会比较让人有听的欲望。王蒙选择了好欢螺和外星人。哭了。那螺蛳粉我一眼就看到他了。你等我，你等我，你应该等不到我。接下来有请选择19号序列的推手进场选货。威森玛和松下代言。香芋奔草，香芋奔草，国货之光，香芋奔草。没想到还可以选到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两个牌子，胜券在握。天哪，我爱死他了，我回家了，我终于选到美瞳了，好开心啊！我的本家，我不买美瞳太可惜了。哇，我找到他了，我的天哪！我就是冲这个天猫精灵过来的。哇，这个好闻，我拿了好多吃的。我来啦 ，Tiger！ 哇，一直在等我耶。你这个让人选走了，泰哥让人选走了。对，那牌子没有了。真的吗？对。啊！我不答应。铁定了 ，Tiger 就是我的，因为我是超有梗一组嘛。我觉得 Tiger 跟我的名字就是一个梗啊。完蛋了！救命啊！康佳是什么？竹内是什么呀？火星人是什么呀？我怎么可能卖得出去锅呀？我发现没有一个是我了解的，而且我了解的都被选走了。哎呀，热水器、空调、集成灶是什么？什么礼盒？不懂。I don't know what's that。我没什么可选的。这对我来说太难了。Let's go, fighting！ 热水器，怎么还是热水器啊？我好绝望呀！都是热水器。选冰箱，选冰箱，把自己装进去。小皮，开一下摄像头，开一下摄像头。你要的东西就在那个地方，我直接就先冲过去给你拿。好紧张！来了来了，小皮。我知道你想要护肤的那些东西，我先来给你看一下，这里有这个，这里有这个魅族。这个也不知道，雪花不知道，珀莱雅没有，然后兰芝。兰芝有名吗？兰芝我不知道哎，哎，兰芝有没有名啊？其实我先看一看是个啥。保养品、美白乳液。西施尼，哇，没有了哎。西施尼，哎，怎么没有啊？好可怜，你看，哦，在哪里？这样，我看跟你，我看跟你就是比较符合的 T 恤。不要。一个什么衬衫短裤，然后这什么史努比，不要，然后还有什么拖鞋，不要。哦，我终于知道你们女生选东西是有多么多么的一个纠结了。这个是珀莱雅，然后这个是欧莱雅，然后还有一叶子跟那个天猫的那个魔盒。好，就这样。OK， 就这样，好，搞定。
OK， 选完。好，珀莱雅红宝石精华补水套装，然后还有粉底液。好，就它了，拿它吧。OK， 好，搞定。哦，我选好了。没事没事，你要相信你自己了 ，OK 的了。有请推手进场选货。这么火，竟然没人选我来、啊。没有人给我抢他。聪明的女人知道自己要什么，考验实力的时候到了 ，OK。就是他。那这个也拿着吧。拿这个吧。就他了。哎、啊，我感觉这片货架上就只有这个标签和那个标签了，是不是？没了，对的。这边只有三个了，看到没有？只有这三个了，没了。哪三个？这两个，这一个，啊、右边没了，右边全部选完了。哎，好难。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一个人上去选，你又是最后一个。到后来，我就想把那张名录给撕掉，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没有看的必要，就最后剩啥我选啥就行了。太难了。太难了，这样真的有点难了。你看一下老师的笔记，他在插。我明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看。后边的啊，都听着啊。老师讲课了。讲课了。它上面不是有三个产品吗？嗯哼。你首先你要看这三个产品，其中最起码有一个是有感觉的。最起码你是想买的。啊。对，所以说的话就是，你看这里边哪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有一个什么点你能推出去的。哦。张雪峰老师一路在做笔记，做得非常的认真，果然就是老师出身，非常的细心，学院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推手进场选货。跑起来，王炸王炸！一个东西都没了，我还跟他跑啥呀？何必呢？我一直在做笔记，我看哪些有兴趣的被人选了，我也去掉了。而剩下的产品当中，你要知道说还剩下什么样的产品，然后的话你怎么去进行选择。我会在这个三个产品当中画个圈，就是这个产品我自己觉得都是推点的，但是没有推点的我不感兴趣的产品，我都会在上面画一个大大的叉。三合肉的漆呢，因为在整个我们品类当中只有它一家是在卖这个漆的，所以说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产品比较，也不会出现任何压低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张老师，你选的油漆是吧？对，你没有。老张老师，看一下我的名儿。我要干掉的就是你。哇，我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我的螺蛳粉已经被人带走了，我的油漆也没有了。真正的卖货王者就是说，无论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产品，只要它是产品放在你手上，它就能卖得出去，这才是一个卖货王者的一个野心。你给我拿个木头，我都能给你卖出去。雪峰老师，我们也来看一下您的讲义可以吗？啊，快，考研资料。他这啊，你俩要选了是吗？对，我是最后 number one。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选，但其实就是因为没什么东西可以选了，所以我们才要想所剩不多的商品里面选到自己可能最符合的或者最想要推荐的东西。最后一轮，有请选择一号序列的推手。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没什么可选的了，但是越难的时候越有可能有转机。我们全场一起来倒数五秒，五、四。进场选货，这什么？哪儿还有货呀？这不是没货了吗？这不是？这是个啥？先看了再说吧。这游戏规则真太虐了，但是我们就是喜欢这种够刺激、够心跳的环节。哇！还有吗？还有吗？这是个啥？都热水器。冲出去的时候，我的眼睛里面就只有商品了。脑子里边原来想好的，我可能还要再比较比较，后来发现能拿到就不错了。对，有点乱。请各位爆款推手前往城门集结。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必须是爆款，他已经爆过一次了呀，我再让他爆第二次。商品归商品，但是我觉得还是看人吧，万一他就成为爆款了呢，谁都说不定嘛。
无畏者，不惧任何，然后直接冲上去干就对了。请2020爆款来了四位明星商社社长：郑爽，哇，小爽；刘维，刘维，刘维；熊梓淇，黄湘云，郑爽。86位爆款推手已经集结于我们的爆款之城当中，为加入四大爆款商社已经在摩拳擦掌了。那首先呢，我们有请四位明星商社的社长发表你们的爆款宣言。请各位多多指教，然后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爆款天团，好不好？大家好，我是今年的爆款商社的新社长黄湘云，上我的云霄飞车必爆。大家好，我是郑爽，郑社长。郑爽，我的团队叫做郑爆爆，不叫做爽爆爆，叫做爽爆爆。所以要是不限量的话，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我的团队。好，我是郑爆爆旁边的刘维维，对，我是老社长，我的口号很简单，快乐第一，比赛第二。如果你想要快乐的话，就来到我的维密百货，做我维密的秘密武器。刘维，我爱你。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向四位社长以及所有的爆款推手宣布规则。爆款之城根据推手自主选择的性格标签，分为粉色区域颜值优等生，绿色区域我超有梗，蓝色区域巨能爸爸，黄色区域金牌卖家。四大街区将依次开放，每个街区限时开放60分钟。每位社长在爆款之城当中一共可以选择12位爆款推手加入自己的商社。我是第一季就在的元老，所以在第二季是十分有信心，如果来我的队伍，我一定会让他们舒舒服服的吃好喝好。因为在挑选货品的时候，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通过它和商品的结合怎么样能吸引我的注意力，这个非常重要，是要动脑子的人，我比较喜欢这样子。我心目中的爆款推手，我觉得最重要的要够聪明，口才要好，有一种信任感，给大家一个非常可靠的感觉。大方的人，卖吃的东西大方的人，因为他们能送我赠品，然后能给我吃试吃。接下来将要为所有人宣布今天第一轮开放的街区是粉色区域颜值优等生街区。来吧，加油加油！我们是第一个开放的组，是对我们有优势的，因为导师总共有12个名额，他可能会想，哎，我在这个组多选一个，我在那个组少选一个，这是正常心理。当时第一下我说，我的天哪，完了完了，我觉得我怕我准备的不够充分，可能老师会对我们第一组特别的严格。该区域的爆款推手是银河系快乐生命体国产收音机 X。你是不是选这个？你要选国产收音机？你是不是要选？多才多艺唱跳练习生木森。这就是街舞修楼梯战队 Nikki， 可盐可甜主持小姐姐斯文佳，追梦大男孩刘成乙，帅帅双胞胎殊荣双星，还有双胞胎，双胞胎，不停剁手的歌手赵露，哇，好香啊，罗景文，棚户区宝藏诸葛山珍，男友力 Max 梁尚进，猫系日本少年一只赖阿苏卡，一头大鹅全智鹅，老板驾到 Rosa， 又偷又爱买的射手女孩圈圈，疯狂跨界的前女团成员余旷，不想做制片的导演不是好演员张吉俊，东北大妈张和欢，
漂亮的不像实力派汪逸文，能量补给小太阳郭玉，每天都有惊喜陈芷乔。其实蛮期待颜值的，里面选手的实力啊、风格啊、包括搭配啊都很强。你们好厉害，你从哪儿搞到这些人？现在有请四位明星社长进入颜值优等生结区，60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选我，选我，我不想被淘汰。好紧张呀！听说你们都要选一个，好。可以呀。欢迎光临，先看一下厨房。我关注你很久了。我也关注你很久了。哇哦！抱歉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别为我担心，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谁可以借我一下手？来，来，来，郑爽老师来。好好好。你把你的手这样，就是手掌放在这个地方。哦。放近一点。呀，打开了，有没有？有。你看，它不用触摸。亮了，居然。对，然后你再挥一下，你挥一下。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功能啊、哦。走走走走走，你觉得你自己没戏了是吧？我对他很有意思，他一眼都没有看我。我是真的看过他很多的这个视频短视频，但是他可能并没有很 care 我。哎，那你留下来吧，来。哎，我们扫一个码怎么样？啊，扫了码。现在就要扫吗？现在就要扫，对，我觉得很厉害。对呀、啊，要不你考虑一下，我一会儿再过来找你啊。对，要不你会来找吗？当然，当然，因为要跟他们竞争一下。好，我过一圈。你们先去吧，让他们走吧。我要你打开，当悲伤不断重复眼前上演。居然会唱我的歌？那当然是这样子。我们不是把物推选给人，而是根据人来推选物。是的，我们是。所以我用2分钟时间来。OK， 我逛一圈好不好？好，我可以用2分钟的时间来，来知道你的性格，帮你推选你适合你的产品。一定要回来好吗？等你过来。拜拜。等我。你打开。先去什么呀、啊？给我们俩找一下吧。那你扫吧。我对那个国产收音机是在自己看那个选手资料的时候就有一个印象，我会觉得它非常的吸引目光，然后我可能不选，那我要是再来回逛的话，可能就被别人选走了。好了，我现在宣布国产收音机正式归入爽抱抱商社。爽抱抱，恭喜国产收音机 APP 加入爽抱抱商社，蜀大厨、苏泊尔厨卫一键上架爽抱抱商社。恭喜国产收音机 APP加入爽抱抱商社。你走了吗？他把我扫走了。啊！我弟要选的就是国产收音机啊，我第一个就冲到他那里了。我真的超想选他的，他想选我吗？我不知道。哎，我带了自行车，你等一下啊。真的假的？因为我来过一次，太累了。天哪！我第一季来过了，因为他那个路啊很累，所以呢，今年呢，我在减轻体力这件事上做了足了准备。我看见刘维骑了个车，我真的觉得不愧是有经验的这个厉害的前辈。真的，因为我们爆款之城非常大，车一是可以减轻体力，二是在你真的抢人的时候，那个车会非常的起作用。刘维老师，看一下这个手表，哎，就很高级的 DW、啊。然后呢、嗯，你看到它的设计，它是没有秒针的、嗯。为什么没有秒针？为什么没有秒针？因为它不想走，在等你。嗯、对。啊，我问你个事儿呗，你是走歌舞路线的对不对？对，我是走就。啊！哦。你觉得输赢重要还是快乐重要？我觉得快乐重要。我买了你5个专辑，《小小星球》在你直播间。你确定？对。来，把码给我。买了你五小小星球，宝马 ，come on，come on，come on。我跟你讲，这个我是来过第二次了，是吧？一定要快。木森，因为我当时颜值对，我肯定要选颜值高一点，而且他又是一个会唱会跳的，我就觉得哦，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女生会喜欢。我宣布，木森加入我的维密百货。恭喜木森加入维密百货，伊利 DW 一键上架维密百货。Hello， 子琪，我们这边是以
以我们的人的性格，我们的推荐官的性格来推荐我们的物品，私人定制你的产品。所以、啊、你们两个，我们双胞胎，双胞胎像不像？而且我们跟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真的是92年6月6号。哇，我们来帮你推选一款最适合你的表。那我们会推荐你这一款，我们主打的潜水表，我可以给你试戴一下。我不用，我不用，你可以带着，没问题。我不带，你可以带着。你们最想加入谁的商社啊？非常非常愿意加入你的商社。来吧，扫码。这个好呀，他们两个算一个名额，人多吗？我要去收刚刚给我唱打开的两个兄弟。有一些搞怪。嗨，我来了。Hello Hello， 错过了。啊，我想选的人都被别的市长选走了，好难过。但是反转了。九子鸡还没有扫，所以你们谁先扫呢？啊、赵云，你是什么原因要选择我们呢？因为我刚刚一过来就被你们吸引了。因为你们很高。嗯，没有，因为你们刚刚还唱了我的歌。对。然后我很感动，很帅。我一看我就觉得你们。我已经为你精心挑选了一款表。然后是这样子，子鸡不好意思，我等会可以推荐你非常适合你的队员。没关系。你表情怎么凝固了？我是一个佛系的，就是如果你想选我，我才会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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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鸡，谢谢子鸡。第一个收音机对我不是那么的感冒，然后当我后来碰到双胞胎的时候，我也非常想选择他们，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萧云一过去之后，马上他们这个风向就是180度大转变。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精工的全新的运动系列。我要推荐你这一款手表，它是有太阳一照，你就可以用长达30年之久。所以说，就跟我们艺人一样，我们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就可以追到梦想。嗯，还有一个，它有200米的潜水防水功能，就是我们在经受一些流言蜚语之中，我们都要坚持下来，我们才会真正的成功。这就是我对你的希望和我想对你的帮助。而且我是学心理学的，我非常愿意。扫了你之后，我现在就跟着你去看每一组，我去帮你提出我的意见，你觉得你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吗？特别好。好，我们一起过去吧，好吗？ Yeah. 我是觉得我的直觉是没有错的，那一刻我觉得他们对我唱打开，然后跟我说要过来，我看着他们两个一起对我说话，我觉得他们眼睛里面很真诚，所以我被吸引到。加油！我邀请他们进入我的云霄飞车。恭喜殊荣双星加入云霄飞车妙趣屋，金工苏米一键上架云霄飞车妙趣屋。嗨，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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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可以坐我最上吗？先，可以。你好，我是伊之濑阿斯卡，来自日本的哔哩哔哩的生活区美妆 UP 主，现在24岁，巨蟹座。你看一下这个收纳力特别棒的冰兔的专业美妆冰箱。专门保存护肤品的，可以收纳60多件。其实我非常喜欢你的产品，但是我会觉得跟很多产品比起来，这个不够实用，我感觉。是的，是实用的，因为就是几百块钱买的护肤品，然后放在阳光上面，夏天也快到了，然后就浪费掉了。但家里面都会开空调的呀。不太实用哎。开空调也需要这个，因为有湿气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智能恒温10度保鲜10度加的。要不坐一下？它这个费电吗？不费电。不费电，它的电耗电量是多少呢？是，对不起，不太清楚。算了算了，我不能再纠结了，小哥哥，我走了。我当时给郑爽解释我的产品的时候，就是状态不是特别好，真的特别的后悔。看这里，这是什么？这个天猫精灵，它是一个我们已经有第二代了，它是那个有人声优化的功能，它的音响效果特别好。但你觉得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它的音质有优化，而且它可以同时连接600个家用电器品牌和40个品类。那你的优势跟它的优势能结合到一起吗？我是歌手，所以我觉得跟这个音响很合适，然后我可以唱歌。那你为什么用这样的形式来去宣传自己呢？我不知道，因为我是歌手。郑爽他就会反问你很多功能，然后他问的问题也蛮棘手的，就是觉得他非常非常非常的严谨。好，那我考虑一下哦。我觉得心仪的选手还是要看自己和商品某一方面可以结合，所以我会
就是说问他很多问题，关于这些就比较犀利吧。对，我先想一想啊。老师，一点一点来，朋友们。哎呀，算了算了，实在喊不过了。我天！开机。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收到，收到。因为我去年跟他们说话喊的时候，我嗓子都哑了。我们等一下，好不好，哥哥？一会儿的，我想一想。Waiting for you。好 ，Yeah， waiting for me。啊，我知道，我非常知道，你们都不用介绍，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所以今年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重蹈覆辙。哎，这个沙发是哪里的？请坐，在小修。您可以看一下。这沙发真的是很适合逛街之后坐一下呢。但是你可不能坐太久，坐太久了别人就被抢走了。哎，刘伟老师你辛苦了，先喝一口这个我们尝的好，再来。谢谢。哦，对了，郑爽，郑爽老师，这个你尝。就是他累了，他刚才。郑爽，郑爽，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刚才我要选他，他不选我，他说他只选你，是吗？啊，我说你首选谁？他说郑爽。我说马上开机。我都这么不想相信你。那我想问你，你本来最想选谁？四个人。我最想选的是郑爽老师。好好好，再见。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感谢，变成了一家人。他多送你几分，你多接受几分，才有爱的可能。老师，我这边是做这个时尚轻养生的，主要是给年轻人的一个快捷养生。哦，啊啊啊！因为他这个其实是一个叫做网红摇摇杯的一个产品，啊，然后它里面是麸皮呢，其实它是燕麦营养精华的九倍，因为很多我们吃的燕麦。那你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呢？我的优势是养生，时尚养生。那你自己本人的优势呢？我本人的优势就是我会很多，我是广州人，然后我从小就很喜欢喝一些老火汤，所以呢，我的自己在网上经常会分享一些我煲汤啊，怎么样调理肠胃。哦，明白。然后它这个性价比，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是口袋饮，它是一个日常的一个营养调理剂，但是它对于年轻人来讲。像你们说，哎，我怕我吃了之后会爆痘，我吃完之后，就比方说吃完火锅、吃完上火的东西，那喝酸梅汤那些不可以吗？啊，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是粗纤维，就是完全的粗纤维。像我们吃起来粗粮不可以吗？啊，粗粮没有它那么的浓郁、嗯。老师也可以打开尝一下这一个。那就万一喝不惯怎么办呢？还有别的味道吗？冰镇跟加热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会有教他其他方法去怎么样喝更好的喝这个东西，而且东西呢，我们还会有就是。因为我们推崇养生，不单单只是说我们要喝这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和麦片会选哪一个呢？哦，这个吃起来会比麦片好吃。这是麦片吗？这是麸皮，麦片是有一个，因为它是颗粒状，它有一个瓜的，有些人是可能不习惯这一个口感，那我们可以换成这一种口感。哦，我考你了，你真的是太能说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因为我想说，我不要选一个口才好的，或者是说，就是可能在后面的比拼上面比较有一些竞争力的，他就是。会很有耐心的去讲解很多东西，我会觉得那就是他了。好了，现在扫好了，那我现在正式宣布梁尚进同学加入爽抱抱商社。恭喜梁尚进加入爽抱抱商社 ，KitchenAid 好礼一键上架爽抱抱商社。刘伟老师，请坐，请坐，体验一下嘛。哎，我觉得你看起来就很会卖货。我是王牌，因为我看到你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口才很好。相信我，交给我3000库存便缺货，我是全智娥，谢谢大家。他绝对卖得好。去扫了麦芽了是吗？对，全智娥。哦，你看过视频？对，不可以骗人啊。对，全智娥嘛。啊，就是你卖的？对，我卖的是这个屏幕，可以体验一下。这是一个21:9的超宽带鱼屏。哇、wow, wow. 那带鱼屏是有什么功能吗？分屏，知道分屏意味着什么吗？就是左边五黑峡谷漫游、oh, 右边左边跟我一起峡谷漫游，来右边蹦蹦小小星球。对了，哎呀，哎，这个不错。刘伟老师你知道吗？没有一种花可以代表爱情，玫瑰做到了。没有一种游戏可以代表友谊，电竞做到了。没有一种商品可以代表家庭、啊、顾家家具做到了。老师，你选了我就是3张王牌 ，AOC 加顾家加全智娥。全智娥，你是厉害的，全智娥，我想扫你。
我是觉得这个女生是很有条理的，很符合我对人选的要求，就已经并没有说过多的去纠结。如果你犹豫的话，别人就会抢走。我选择权志娥加入我的维密百货。恭喜权志娥加入维密百货，顾家家居 AOC 一键上架维密百货。老师，我才是爆款，酒不重要，我是爆款，真的假的？一定要对，要签我，真的，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特别搞笑。啊、真的吗？嗯，这个酒呢，就是清香型白酒，有多清香呢？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就真的很清香。嗯、对，然后这个酒啊，它就是最大特点就是便宜。有多便宜啊？有多便宜，一斤才70几块钱、哦。对，就是你知道外面一杯鸡尾酒100多、200多，但这个可以做一缸鸡尾酒。我可以在鸡尾酒里洗澡。说到洗澡，这边还有热水器，我们等一下再介绍。啊、这都是你的产品。对，这两个产品都是我的。这酒是真香啊！就我是在挤那边的，我闻着过来的。啊，你们两个是一个组合吗？不是，他在别，啊、他没开。那你好无私哦，你们这哇！我待会儿也会说，咱东北人啊，就是。同时爱，同时爱。所以现在你最想加入谁的商社？我想加入熊梓淇。实话实说。实话，熊梓淇老师。如果你有别的选择，没关系。没有，不在意。没关系，就是因为我其实蛮想选你的。我也。但是我很怕你想加入别人的商社。不，我就是我心中的目标就是你。真的、啊？那你让我跑一圈好吗？我一定会回来的。好的，等你回来。这个字儿念。叫矿，玉矿，玉矿，玉矿，对，有矿有矿。马上啊！好。我被你预定了。我不找别人了，可以，绝对不找别人了。等我，你去看一下我们扫地机器人吧，真的，我们什么都有。可以来我那里吗？很实用，特别实用。啊，就在后面。喜欢吃东西吗？所以刚刚刘维、郑爽跑过来都没有碰到我，我在那里。我在那一边啊，我在那儿，就在这儿。因为我是第一次来，所以我得都找一下。都扫一下，你一定要那么后面。好，反正我又没怎么签，对吧？嗯。老师看看孩子吗？我看看你啊。看看我吗？我卖一个超高科技、全场独一无二的东西，你跟我走吗？在哪儿？我在后头。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老师，我这个真的全场独一无二。他是最大件，他一个人占两个商铺。你为什么这么无私，一直在帮助别人安利？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 ，We are friend。你朋友好多哦，对，我给你推这桌子就特别好。他一拉他就能变，对，很方便，啊、对，加长。而且我这个灶也是一个重点，这个灶全场真独一无二了就。他两个大件儿啊，都是你的产品，对。你看一个这样的女孩多不容易、啊，她一个人撑起两个商铺多不容易，这么点小女孩子，真的是，我真的太不容易了。你让我再逛一圈好吧？老师，你看他手真的，我看到这个叫啊好，其实我已经被预定了，但是我的心还是有点动摇的。你被谁预定了？熊梓淇老师，没事。这个酒是新酒，但是如果你放20年的话，它的价格会比现在贵20倍。哇，对，又收藏价值。它，我回来了，扫码。我答应你了，啊、我说我一定会回来，我特别喜欢你。哦，谢谢兄弟，不行，你已经抢走了我的一个人。哎，黄霄云，啊，亏我这么爱听你唱歌，真的。哎、oh my god！ 那你们吧，我不跟你抢了，继续听我的歌。我们居然每次都撞在一起，冤家，真的。我选择余矿加入我的迪伦家商社。恭喜余矿加入迪伦家商社，汾酒、海尔热水器一键上架迪伦家商社，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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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矿，我觉得是既有美丽的外表，又有趣的灵魂，然后给我展示的时候也非常的麻利，直接就倒在手上跟我讲这个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挺好的。哇，好香，他们在吸引我，好香啊！哎，这有蛋挞哎。对，这是我们东芝的网红小烤箱。天哪，这个是真的面包吗？这个是假的面包。哦，这也是假的吗？对的。你可以吃。啊，这是假的，假的。受不了。我这饼干好吃不贵还减肥，还减肥还不贵，然后好老实了，一共五种口味。我先吃一个。这老实了，一共五种口味啊。可以吃一点吗？
吐司可以吃吗？我可以再吃一个吗？吃巧克力吗？就是在饿。是这里吗？这里。我刚被你吸引住了啦。这可以吃吗？对，可以吃。我给你放的在这里呢。吃。他给你保温了。嗯，保温了。哇！我这个用的是我们苏巴的锅和无穷的鸡小腿。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我在这里太幸福了，哇！这今天我觉得我充满了感动。他自己做的那个八宝饭，我觉得很棒，然后他这个人也很吸引我，就是让你觉得你选了就不会后悔的一个人。不用了，直接扫。哇，谢谢，我爱你，来，加油！我邀请他加入我的云霄飞车。恭喜关羽加入云霄飞车妙趣屋。苏普尔厨房无穷食品一键上架，云霄飞车妙趣屋，加油！我会为你加油的，加油！哎，等一下！哎，对了，我的吃的，这个还有你的这个。哦，对，我先把吃的解决一下。螺蛳粉啊！什么螺蛳粉？做好了。把中国美食带到世界的牌子。来，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作为广西桂林人，他的柳州螺蛳粉做得非常正宗，跟我在老家街边的那个吃到的粉是一模一样的。哇，我觉得它一点都不臭，为什么大家觉得它臭？李子柒它的汤底是偏卤香的，但是它吃起闻起来没有那么臭，吃起来是和我在老家吃的小店的味道是一样的。嗯，所以不会担心身上会沾到味道。哎，特别是这个真的很好，这个真的你要干嘛？哎，我来这儿你怎么没有给我吃呢？我给你吃了，你没有，你骑着小车就走了。你说你都没有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然后问完我说我再考虑，我过一起吧。我记得很清楚，大家看一下 VCR， 我来给你冲个藕粉。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我再把这个钱都看完，马上。嗯，好像是啊，我想吃一口。吃呀，来吃呀。不行了，我要扫。你要吃了啊？那我再打包一点啊，你这粉好好吃啊。这粉我也想吃。我给你。真的假的？全都给你。哇，一张就够了。那你给我几袋吧。哎，真的蛮不错的。这是藕粉，黑芝麻糊，然后这个是即食燕窝。哎，哦，这一盒中了。哎呀，可以。哇，这种初选真的太开心了，推手们都好好哦，一送就送这么多，我更期待后面开放的结局了。来，欢迎加入我的云霄飞车！欢迎光临我的奶。恭喜汪宇文进入云霄飞车妙趣屋，都知李子柒一键上架云霄飞车妙趣屋。终于有人选我了，你很棒，你很棒。我恨不得在那里坐一整天，他给了我那一碗，而且还是现煮的，我在他旁边觉得好幸福。我觉得那个东西我一定要选。这什么东西？这都选完了吧？选完了是不是能拿走人？哎呀，这个地方没有人了吗？是不是被选完了？这个是。就是之前听说你很喜欢用香香的东西，对吧？给我两分钟的时间，我来帮你介绍一下我欧莱雅的产品。那现在我可以给你提出一些疑问，然后你来回答我，看你能不能说服我。好的，好了，你先介绍吧。好，首先呢，今天为你介绍的是这一款我们欧莱雅的小红瓶和小金瓶双效合一的姐妹款精油。这款红瓶它其实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染烫受损发质，然后它里面添加了。万一说我就是没有什么染烫受损发质，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买了 ？OK， 可以选这一款小金瓶。这款呢，它是对于日常毛躁发质或者是细软发质的。那是不是用别的精油也可以代替它呢？我们这款精油的优势，它就是在于它是有植物精粹，它有七种花萃。那你觉得其他有还有什么？你觉得是他们可能会打败你的，或者是说你能打败别人的其他的护肤美妆类的东西？那你不是也卖那个黑科技吗？对呀，我就是想说我要用我的黑科技打败它，看看你的黑科技是什么东西。我这个黑科技真的就厉害了，就是首先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呢是我的助氧仪，助氧仪呢它其实是通过这样，它其实是一个喷雾状，然后这个喷雾状呢它的颗粒是纳米级别的。那这个美容仪的效果是在哪儿？这个的效果呢就是说它使用一次使用两三分钟的时候，它就相当于敷了五张补水面膜。它价格是多少呢？这款的价格它现在非常便宜，它是1299元。哦，这还这个我觉得你对女性消费者的话会很有吸引力的。真的吗？谢谢。对，因为大家会喜欢那种实验的感觉。选我没错的，真的。让我想一想，好吧，让我选你了。圈圈，他有一些很接地气，然后很真性情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亲和力非常重要，所以完全就被圈圈给圈粉了。天哪，很开心，然后就心情很复杂，又开心又觉得，天哪，会是我吗？你以为在做梦？哇，我太感动了，圈圈。真的，我超喜欢你的。现在已经非常荣幸的加入我们爽抱抱的商社了。恭喜圈圈加入爽抱抱商社，欧莱雅美发 O'Melon 一键上架爽抱抱商社。我侄儿怎么还不回家呀？哎，哈喽，回家了，老侄儿。我侄儿。大明星回家了，我今天不营业了啊！来，把门给我关上，我今天只跟我侄儿聊一聊。有没有人跟你说过？我还觉得咱俩有点像呢。你是卖什么啊？首先呢，这是一款想去的多功能躺椅。这款躺椅不光可以在室内使用，你在室外什么沙滩公园说躺就躺，随时随地开启属于你自己的这个小时光啊。咱这个不是舌尖上的中国，咱这是啥？咱这是指尖上的周末。指尖上的周末。我问你，你人好相处吗？我人很好相处啊。你说咱俩长得这么像。对呀，我就奔着你来的。你说准呗，一会儿谁要把你签了，我告诉你，谁要我要是去别人那块我退赛。我只奔刘维来的，我只奔我侄儿来的。你说准了啊？准。好，就冲你这句话，我现在先不签你，我给你一个机会，看看有没有人要签了你。好，万一你要是跟别人签了，那不是？那如果他们要是没有人签我呢？啊，没有人签我，没有人抢你，我就来了。我等你，我就坐那块儿一动不动等你，就跟他似的，看见没？立这会儿都不带动的。你确定吗？别的折叠椅能往这一立吗？你确定吗？我当然确定了。好，我愿意验证你的人品。走了，我走了啊！走走走，一会儿见。他一定会来找我的。他没有要你吗？要。我的目标很明确啊，那牌都立在那儿了，就是刘伟。他跟我拉钩了，我就觉得他不会骗我的，他一定会来的。刘伟老师，看一下。Hello。刘伟老师有健身吧？好，这个真的很好用，它这个盖是 PP 材质的，然后这个是抗高温抗摔，而且刘伟老师作为一个歌手，一定要多喝水的。对，而且这个也非常好吃，它里面有鲜花冷萃的技术，它里面有真实的鲜花，就是你干吃就很好吃了，还真蛮好吃的，小米我是很喜欢的，对，而且这一次它是使用1亿的像素，这一台手机，主要是它的颜值，跟我们维哥是一模一样，就是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潮，电动拖把，你怎么会卖电动拖把啊？这个时尚呀，你看它，多时尚啊，还能喷水，哇。一会儿见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啊，我走一圈，我先想一想啊，让我再纠结一下下，求求你了，好，够意思。这一季的产品我觉得真的很好，所以我想多看一看，再逛一逛，再思考一下，因为每一个名额真的很珍贵，只能说是谨慎又谨慎吧。我现在要回去找我刚刚答应好的人。我这个灶就特别好，它一次能做8个菜，然后而且它油烟机、灶台跟下面的蒸箱是一起的，一起的。对，然后它吸油的功能也是跟这 slogan 一样，炒100个辣椒都不怕。我就想加入你的。真的？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你怎么还没选我的灶？这么久了，你该决定了选择我了，你就不会放掉。选我吗？选我了吗？选你。还有非常真诚的，又给我唱歌，我觉得有打动到我。我就发现女孩都是长得又好，然后口才也好，我觉得那我们就都选好看的漂亮的女孩，觉得这个一定会是我们顾客非常喜欢的。我选择陈芷翘加入我的迪伦家商社。耶！恭喜陈芷翘加入迪伦家商社，火星人全有，一键上架迪伦家商社。
啊，所以它现在有这么大屏幕的了。对，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就直接远程操控它，然后可以提醒妈妈吃药啊，或者妈妈你该干什么了都可以，所以说非常好。那你想加入我的商社？真的吗？对啊。好吧，那就加入我的商社吧。耶！恭喜赵露加入迪伦家商社，比乐蒂、天猫精灵一键上架。迪伦家商社，你尝尝我饼干行不行？因为我五种口味，它是代餐饼干，它一点都不胖，老好吃了，真的。还没有吃个奶油的吧？行，而且它热量很低，它不胖，而且它可便宜了。你看这一盒才活动价26.8块，如果说是奔你来的，然后当天购买能买3送1。扫吧，我要扫它。恭喜张和欢加入迪伦家商社，君乐宝、DJI 食品。一键上架迪伦家商社，他要选多少啊？熊子熙怎么感觉一个劲儿在想呢？选了4-5个了，哇！别的团队不选了吗？难道？这是哪家放我的歌啊？这是你放的？对呀、啊。别走了。因为我一直在等你，然后我有听这张专辑，就是你是10年才发这一张专辑。然后我其实因为现在在做这个东西，就是跟我自己的唱歌跟跳舞其实是有违背的。但是我在之前也发了一张我自己的专辑。哦。对，然后这是送给你。然后我今年7月应该还会再发第二张专辑，但这张专辑可能是我最后的一张专辑。因为我觉得现在干这个也挺好的呀。哎呀，你这么说完之后，说的我都没有没有。然后还有一个东西，还有一个东西，因为我有看第一期嘛，就是对，然后这个是给你做的一个包，然后包里有一个，对，就这个包呢，你可以他们有人送你小礼物，你就装进去，要不然你整个小车还怪费劲的。好，我签你。真的假的？嗯、真的。我就冲着你对音乐的梦想，我就签你啊。谢谢。我就选刘承颖，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也是被打动了吧，因为他是我在这个进来颜值队第一个遇见，跟我说我就只想选你，我就奔着你来的。你说准没？一会儿谁要把你签了？我告诉你，谁要我要是去别人的话，我退赛。那我觉得我选他吧，我就愿意给他一次机会。现在我要宣布，刘承颖加入我的维密百货。恭喜刘承颖加入维密百货，想去沙克一键上架维密百货。颜值优等生街区还剩5分钟、啊、呀，怎么要到时间了呢、啊、小熊电器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的早餐，中式西式的你都可以。然后这里我还有我们的小熊破壁机，就是你扔什么东西进去直接一扭就能够直接全部打碎。然后这是我今天在家里面已经做好的那个豆乳，老师您可以请坐在这个小蛋壳上面，可以慢慢品尝。我要扫你，我觉得可以了。哇，真的吗？哇，谢谢指导老师。我会觉得他这个选手来去销售，他会做一些早餐啊，这种是在可能在销售方式上是比较吸引人的，所以我会觉得对他一定是要选择的。罗景文现在正式加入爽抱抱商社，恭喜罗景文加入爽抱抱商社。小熊电器、家乐士一键上架爽抱抱商社。这块热卖的表它是一个光动能、嗯、它可以在非常微弱的光下，哪怕你在家里它都可以让你保持一直运动那个状态、嗯、还有什么特别的吗？雪花秀你也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我知道，我觉得它的思维很清楚，而且它推的那个雪花秀我也用过，它的商品又好加上人又好，为什么不选它？来，快快快、哦、太感谢了，快快快快，我邀请他进入我的商社。恭喜 Rosa 进入云霄飞车妙趣屋，雪花秀七点成一键上架云霄飞车妙趣屋。你是卖什么？我是卖这个糖啊、这个真的是很不一样、你知道吗？它可以用来拍照，然后我还有专业的，我跟你说，我有冰箱，冰箱里面我有很多的专业术语。斯文佳啥也不说了，嗯，我现在一进来就要扫你的，真的是扫我、啊、对，因为我知道你很专业，是，而且你又很快乐，嗯啊。当然第一目标就是斯文佳，因为斯文佳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我觉得既然他有这个勇气来，我也希望可以跟他一起合作，然后看可不可以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我要正式宣布斯文佳加入我的维密百货。恭喜斯文佳加入维密百货，金道谷、美玲一键上架维密百货。哎，那我现在已经选完，哎，大家人呢都选完了吗？
颜值优等生街区开放时间到。有人哭了。谁哭了？怎么回事啦？哎，不要哭，不要哭！哎，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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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好了，好了，准备了的。好了，好了，好了。我哭起来的原因就是，我对自己真的失望了。这么好的产品，我都不能推荐给明星社长们。哎，这怎么办呀？怎么哭了？他就是真的觉得没有被选很难过，怎么办？你几个了？你四个了？啊，我已经四个了，我再加上五个了。对，我也是。其实这个东西我在宿舍特别需要的。对的，因为女孩子们都需要这个。对，而且你看这个设计，是哪里的？三是日本人，日本的，从日本飞过来的。你是专门飞过来的？对。要不怎么办？我们刚太快了。你们也觉得太快了？我们太快了。哎，我来了第二季了，为什么我还会这么蠢啊？这样，你让我这是开的第一个区，然后我们都不是特别的啊，刚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我是一定会给你留一个位置，想说如果四个区完了之后，我也留，我会希望啊，我也留一个位置，好不好？好不好？迟来，不要难过，真的真的有什么难过的？就当来旅游了，怎么了？对不对？拼图这么好用，对不对？不要难过，好不好？现在整个心情不是特别的好，可是我还没放弃嘛。所以，如果再遇到这个情况下的话，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心情，然后再挑战一下。恭喜以下推手及品牌加入四大商社：爽抱抱商社、维密百货、云霄飞车妙趣屋，还剩八个名额；迪伦家商社。还剩七个名额，上微博带爆款来了话题页发微博，边看边聊。上微博搜索爆款来了话题页，看爆款好物，跟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一起全民推爆款。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下载并打开抖音 APP， 观看更多爆款来了精彩内容。登录哔哩哔哩，一起快乐种草。接下来，熊要为大家宣布第二轮开放的商圈是哪里？绿色区域，我超有梗街区。其实我看到他们在第一个区的时候选了这么多人，我就想说完了完了完了，那我们后面剩下的就那肉分的很少了。他刚看到熊子奇导师选了五位，其实给后面的队友蛮大压力的。其实那个时候我算错了，真的算数不太好，一共有四个区啊，那应该是每个区选三个人，就是平均分嘛。但是我就以为是四个人，我说啊，那我超选一个其实也 OK。然后后来我一算，妈呀，一共十二个人，我在第一区就选择了五个。该区域的爆款推手是，这就是街舞易燃装置战队实力舞者小 P， 小 P 老师，失业偶像刘嘉莹。潮流龙卷风 Shelfen， 莫奈 Style 大飞，影后卖货爆不爆？你来一看就知道。Summer 林慧颖，潘玮柏的瑜伽魔，炸了这条街，吕炸炸，卖货一姐王蒙，跟着我安心买的国风美少年赵一安。全场最高海拔谭志斌，小身材大能量丹妮，老婆孩子一肩扛的硬汉奶爸软软，德云女孩小霸天，吉他仙女 Tiger， 龙飞出击无懈可击龙飞，最会跳舞的岳云鹏大奔。怎么选？我有人想选红九年乳和秀已婚男士雷哥，事业有成赵有成，无粉色不少女草莓酱，才华比梗多一点的演员歌手魏辉妮，最后一位大上海台柱子前台刘一平。
第二趴叫我超有梗，我对这一趴非常的期待。那我觉得敢选这个来作为自己标签的，一定都是非常强的人。我最有梗这个街区是我最喜欢的，因为里面有很多唱歌跳舞的。其实我内心当中已经有自己喜欢的人选了。在这一轮呢，我要把人数控制在三个以内，要不然之后再选人的话就会选得非常少了。现在让我们有请四位明星社长进入我超有梗街区，60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磊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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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里的吗？是这里的吗 ？Sorry， 雷哥，等我，我一定会选你的。二维码借我用一下。二维码借你用一下。借我收一下。因为我之前认识雷哥，而且他说话非常有逻辑，我就冲过去跟他先要了二维码，然后去找了另外一位不怎么认识的老师，因为怕他被别人选走。微微，我定你了啊，小屁老师，我定你了，你不许再跟别人走了。没问题，我等你。等一下，等一下。啊！吓死我了！我直奔你而来。真的吗？我的伤势里没有你这样的选手，你是我的唯一。等一下，等一下，真的。等一下，我也想选他。真的，我说实话，他跑的没有我快。没有，他牵着你的手，但是我可以牵另外一只手，因为我知道他很会跳舞。对，真的吗？真的，然后我也会跳舞，你看，哇，你看。要不要我给你们先跳一段？大奔其实是我的首选，因为我之前就看过他的短视频，他非常会跳舞，而且他还会模仿小岳岳。可以，让我先跳一段。来，来。哇，原来你推来这身衣服是这样的。我的天哪！哇！我的妈呀！Would you hold it against me? 哇呀呀！哇！哎呀呀！漂亮！我的天呀！天哪！这个粉身碎骨你看我呀，很适合给森马做广告哎！哇！厉害！我们的什么意思？你今天就选了他啊？怎么回事？哎，我可是送着礼来的，我的老酸奶雪糕送给你，而且你刚才穿森马好好看。你的那个商社里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我也没有这样的。哎，我跟你讲，很需要这种，而且你知道吗？森马对我来讲很有回忆，这个品牌还有这个是不是很多年了已经？而且我家马桶是松下的。这样嘛，老师，两个老师协商一下，没关系，我们这样，你给你一点时间，我们俩站在这牵手环节，我们背过来。好，好，你看你要是直接站过去嘛，好吧？啊，就直接站过去嘛。嗯，好。其实，在超有梗那一区，我是基本上属于直奔大奔去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刘维老师就出现了。好，可以回头了。哦，哎呀，我对不起。没有这样的必要。你会后悔。谢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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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在只要遇到二选一的时候，我永远是不被选中的孩子。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运气，心情非常的沉重。你相信我，我不只会让你觉得进到我的这个队伍快乐，而且我相信我队伍里的人都会成为你的好朋友。没有问题，你相信我 ，OK， 好不好？会加油的，我扫你啊！来来来，好。好了，好，谢谢，恭喜啊，不是恭喜啊，开心， okay. 我应该是恭喜我自己。欢迎大奔加入我的维密百货，等我。恭喜大奔进入维密百货，森马、松下洗衣机一键上架维密百货。你好，要听我说吗？这也是螺蛳粉，这也是螺蛳粉。但是我这个螺蛳粉呢，是螺蛳粉中的大哥，可以吃了还想吃。对，这是刚刚给你煮好的，你可以尝尝看。谢谢。然后它是德国螺蛳粉大赛金奖的，月销量100万家，咸鲜酸辣，它的味道更就是属于那种吃的会更上头一点。我奔向去那个螺蛳粉的时候，闻到那个味道，很香。我没有考虑我的产品会撞什么的，就是因为它好吃。
这个是一款我们的外星人的笔记本电脑，然后是 M15 轻薄笔记本，然后重点是它是所有外星人笔记本里面最轻的一款，然后它的显示屏是15.6英寸，但是它做到了 4K 的高清的那个分辨率，然后重点是它是所有男孩的梦想，这个你应该知道，好棒，卖过很多，对，我们可以，可以，我可以帮你，可以吗？对，因为你是第一个选择我的人，可以了，来了，我就冲着王蒙老师，他是非常厉害的辩手。所以我很需要王蒙老师帮助我去出谋划策。欢迎王蒙加入我的云霄飞车妙趣屋。恭喜王蒙进入云霄飞车妙趣屋，好欢乐外星人一键上架云霄飞车妙趣屋。你看我这个凶样子，谁怕不怕呀？你看那照片。子君，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什么忙？你拍我一下视频，拍10秒钟就可以了。啊，好呀，好不好？怎样？厚一点啊，厚一点。我怕把你打到了。没事，就可以了吗？有广角，广角了吗？可以。OK 了吗 ？Check it。龙哥，在。哦，龙哥人气这么高吗？没有，我只想给你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超级，因为我们是6400万防抖，对防抖，我是非常有能力把我们的 Dix， 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两款东西打造成一个爆款，所以我觉得对你现在团队里面都是女孩子，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军师。对，舞蹈我看不懂，所以就觉得跳的蛮好的嘛。就是首先可能年纪要比我大，然后我觉得资历也要比我深，所以看到他我有点。hold 不住，我觉得，因为我真的是要多看一看。没问题，没问题。但我们两个这么有缘分，等你，没事。刘维社长要把我气死了，刘维社长把我气死了。洗车，请找我。嗨，我想知道他的冲力是多少呢？300斤的高压的冲力，就是而且你有很多种不同的头可以更换，真的，它真的可以。它可以调压是不是？可以调压。它可以从几档调到几档？它可以从1档调到8档。郑爽队长非常爽快，就是而且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很聪明，我觉得他就在科技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每一个产品他都能问出很不同的问题。我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去确定一下，到底是在飞机上可以带哪一种东西，在飞机上或者是有隐患的。这冰箱耗电吗？你真正的使用的过程中它也是0.75吗？因为很多时候它说是这样子，但是真正使用的过程中还是会有所消减的，这个耗电量还是会有所增大的。郑爽真的很能聊，郑爽真的到一个地方可以聊半个小时。这是360现在最新高科技一个双模的一个路由器。路由器吗？对的，这是主推产品，也是它荣获了2019年的一个设计大奖，以及2020年的 IF 设计大奖。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像你家里面如果你要网络不好，你先连接到一个路由器上面，然后这个随便放到哪里。那这个是跟它一起的吗？不是，不对，这个是360一个摄像头。像您家里面有养狗，它家里面就是，它可以锁定你家里面的一只狗啊，一宠物，或者它是要连接信号的是吧？它在连接 WiFi， 连接网络。明白。说实话，我选的东西，因为我是时尚博主，我选符合自己东西的，而不是说为了卖货而去卖。所以在选品的时候，我会选到这两个品牌。提倡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可能跟年轻人更接近。对 lifestyle， 对的，所以我会选择这个，刚好。这次在选品里面有他，我就立刻选到他这样子。你可以考虑一下这样子。我会觉得看他的样子，包括他讲话的口音，都是非常，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人，就是很有时尚的那生活态度，所以我会蛮相信他的眼光的。那现在 ，Safo 小峰就正式加入了爽抱抱商社。爽抱抱，加油！恭喜小峰进入爽抱抱商社，360官方私股一键上架爽抱抱商社。小 P 老师，微微，你一定会想听他的音质啊！我要听一下他的音质，对，是有多好听？哇！老师，这首歌好好听，好听，这首歌真的好听吗？特别好跳，配上的音质超棒的。买了没？买了没？大家赶快下货，快下单！哎。如果真的还在乎，有没有说什么就能够让你 come right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Yeah， 这不是韦礼安给我写的，好听的一首歌，真的。而且你能播放出来，说明你花钱了，对，买了，就买了整张专辑，17块钱，谢谢。然后什么也不要说了，首先这个牌子我很了解，说实话，大牌。我以前给叶子还唱过广告歌，
所以如果我们一起合作的话，这个我都知道该怎么推了。对，而且这个又音乐有关，我们又跳舞。对，我所以什么也别说了，选他。小P老师一直在我心中都是一个非常会跳舞的老师，所以这一次跟他合作我也特别的开心。我宣布小P老师加入我的维密百货。恭喜小P进入维密百货，叶子天猫魔瓶一键上架维密百货。你愿意躺着给我两分钟的时间吗？我会带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躺着不好吧？没关系，这么老多人我躺着。你可以把雪糕吃完了然后在这里。谁？我先问一下，我先问一下你的首选是谁？当然是你。你确定？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好，那你是本来是歌手吗？对，我是一名独立创作人。独立创作人，是不是你会创作？嗯。那你最擅长的弹吉他？嗯，我还给这个海尔写了一个广告歌。也不是广告歌吧，就是就类似于 freestyle 了一下。那你 freestyle 一下。好。打雷要下雨，雷偶下雨好听哦，要打伞，天冷穿裙子，雷偶好听哦，盖被子，我的秘密就是海尔的风让我喜欢哦，好好听哦，每个角落都充满爱，他的温柔犹如花开，让我感受随时依赖，好好听哦。他有一个很神奇，就是我把它写在歌里了，就是他的声音犹如花开，他有一个十七分贝的静音功能，就是我们你知道花开的声音只有十分贝，然后人呼吸有二十分贝，这一款空调它比呼吸的声音还要小。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嗯，如果你在台上介绍他的话，你觉得你会紧张吗？说实话。嗯，我觉得还好。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队伍最重要的就是特别希望每一个人来这个开心。嗯，因为开心你要就不会上台会紧张。我就想我们每一次上台要展现的就是你自己，让别人看到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然后很会弹吉他的同时，然后也希望广告商可以看到你的能力，你不单单在这里介绍，还可以有机会给他们唱广告歌，好不好？好，我签你。谢谢你，真的签你啊。我觉得他唱歌很好，然后他和弦走向也非常的高级，我也希望他能给我们这个舞台上除了用靠口才来表述之外，也会有这样的小清新的音乐，然后特别是这样小清新的女生，然后给她带来这种不一样的推荐方式。嗯，感谢 Tiger 加入我的维密百货。恭喜 Tiger 进入维密百货，海尔空调慕斯一键上架维密百货。那我已经累了，我来看看这个大哥好吧。熊老师，哎，大哥请坐。您好您好。累了一天了吧？坐坐，我们聊一会儿吧。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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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好喜欢。对雷哥是吗？对对对对，我这个林氏木业就是我现在给你推荐的这款家居品牌。嗯，首先它有很多的特点。哎，节目录制中啊，那个麻烦其他的艺人稍稍休息一下，谢谢啊。其实我当时回去看到熊梓淇老师又在那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也不会慌，因为我手上就拿着雷哥的二维码。雷哥等我，我一定会选你的。二维码借我用一下。二维码借你用一下，借我收一下。我觉得雷哥一定会选我的，因为我以我们的交情不会跑偏的。我可以进去吗？可以可以，谢谢。我们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来，其实我这个沙发可以坐很多人。为什么要叫大呼小叫？为什么？那就是因为这是一款非常舒服的沙发床。嗯，那这款沙发就可以满足我这个体型的一个最大需求，就是宽敞。如果说平常你想把它放平，可以搬到底，然后的放下去，这个厉害了，就变成一款沙发床。床。同时它还可以多档调节，如果你想斜靠，它可以调到45度角。如果你想保证自己的一个坐姿的话，可以把它调直变成一个直的靠背，所以满足你任何的一个姿势上的一个需求。你在家里边坐着，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床，不管是也不错，坐直咱们看电视不影响我们的坐姿，想要放松一下，哎，靠个斜靠45度角，可以眯一个小觉。如果说把它完全放平变成张床的话，我们可以呼呼大睡。因为我当时觉得我志在必得了，然后所以我当时就很悠闲，当时坐在沙发上就听着，雷哥那种感觉，其实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耽误熊梓淇老师的时间。而且
除了这款沙发以外，边上还有一款床啊，这款是它的一个全项目的实木床。这款床最大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床头有一个凹槽，哦，可以放东西。它省了你一个床头柜，哦，还有 USB 接口，对，而且还有一个触摸夜灯。哇，你晚上如果看书的话，它可以用来阅读，上厕所起个夜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同时如果说你平常啊插头都在这儿，连跟充电线连到床上来看手机很麻烦。但是如果这里有 USB 接过来的话，会非常的方便，而且看完了直接放到里面去就可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个设计标准。所以你想让雷哥加入你的商社吗？我早有计谋啊！真的、啊，我绝对是第一个来的啊！我真的、啊、真的，我当时远远就看到一个人飞奔，我想谁跑得这么快？不要被绊倒就是。可以，我们看缘分吧。真的吗？可是真的。啊，你都已经拿到了，那我还讲什么、啊、对吧？从你的言语当中我读出了一丝雷哥你说话有纰漏啊。Hello, it's me. Yeah, 选择欢迎雷哥。来，我的欢迎雷哥，非常荣幸。欢迎雷哥加入我们的云霄飞车妙趣屋。恭喜雷哥加入云霄飞车妙趣屋，林妹林氏木业一键上架云霄飞车妙趣屋。受伤了，真的，我以为我是第一个去的，但是肖云直接拿出了雷哥的二维码，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不相信这个社会了。我来逛一圈，走一走，看一看。我是全场唯一一只可以送给亲朋好友长辈的海参哦。咱们家这台卡萨帝妥妥的爆款。我逛一圈，逛一圈，逛街吗？好的，欢迎客官再来。哎 ，Hello， 看一下我，这里是环岛小花园。子熙哥哥是不是逛累了，想留下来喝点东西呀、啊？热饮、冷饮、水果都有哦。还有，哎，我不吃。少女心冰淇淋。谢谢。都是卖雪糕的。亲爱的，你回来了！天哪，吃点东西吧，一定走饿了吧？你还没有被选中啊？是这样的，而且这个东西物美价廉。来了解一下。不如这样，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最主推的这个饼干——伟龙香葱鸡片，它可是由鸡汤和面而成的，而且这个鸡汤熬了6个小时，非常的有营养哦。我们的黄油可是引自于新西兰天然黄油，怎么样？感觉口味还不错吧？如果吃了我们的饼干，然后边看着电视，那你会更开心的。这个电视呢，它主要是因为健康。为什么说健康呢？它是防蓝光技术的，蓝光会导致很多老年人和小孩子的眼睛受伤，尤其是白内障这个类型特别多，所以它的这个护眼模式是所有的品牌里边最厉害的。它受到我觉得它整个人就很特别，一口标准的意志偏强。哦，是吗，亲爱的，来看一看吧，我觉得这个挺逗的。因为全场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很强。我已经把整个这一区都走遍了。OK， 我觉得你是我心目中的前二。谢谢，真的，谢谢你。你愿意加入我的商社吗？我愿意。可以。那我去拿我的二维码，我马上就来了。好。谢谢你。好了。谢谢。耶、yeah, ，加油。握手。恭喜丹妮加入迪伦家商社，伟龙创维电视一键上架迪伦家商社。你几个了？一个。你才选了一个？对。我说实话，有一个人我真的觉得他很好。谁？等一下啊，上这个吗？赵有成。这有光，这有光，这没面光。这有光。你为什么就选了一个啊？我觉得有一个人，就是那 Dicky 那个老师也挺好，跳舞那个老师、对很好。对。然后其实有一个那个女孩也很好，就有一个台湾的，然后她就是画画那个女孩。我知道。哦，那个女孩人好好哦。你都拿了人家的画了。可是我都已经选了3个了。你不是拿画，你这包里已经装满了。还收了人家衣服呢。啊，真的。啊，人家送了我衣服。那这个我可以拿走吗？可以啊，这是送给你的。那送给我一个吧。可以啊，拿去啊。真的蛮好看的，而且很搭我今天这个外面这套，是不是？好。哎呀，这样不好吧？你看看，哎呀。好。哎，这个裤子也很好看，不能再要了。哎呀，真的不能再要了，你不要再给我了。哎呀，真不好意思。我把这件很喜欢，先送给你。啊，这样不好吧？然后你一定要回来，好不好？不行，不能这样。哎呀，你看看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对，我怎么给你带走了？没事，你带走吧。这个是。那我带着吧。我啥都没有。
这个方面真的刘维绝了。肖雨云，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希望你来我这坐两分钟。好，但是我其实平常我很少喝茶。对，那您方便了解一下，请坐。哇，我觉得穿越了，就是这样做对不对？可以啊。它有什么特别的吗？我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哦，这个很棒。所以是我是对老子，我号称的就是上下五千年的好货，我都可以帮你找到。这就是我给你的五千年之前的好货，上五千年的好货。我希望大家能放松下来，然后在这一刻找到自己真正内心那个感觉，内心舒服。谢谢。说得很好。谢谢你。进。就是可以喝，对不对？可以喝，谢谢。辛苦了。不辛苦。我一会儿再过来啊。好，您考虑考虑。好嘞。其实我都已经挺忐忑了，因为我觉得好像我选品茶叶的这个东西，好像让大家觉得局限性很大，然后大家很担心的不能成为爆款。我超有梗街区倒计时15分钟，我现在没有时间了怎么办？我可以让我爸来帮个忙是不是？可以啊，您可以一边叫他，因为我爸可能我可能现在没有什么时间了，感觉我爸可能对海参更懂一些。哎爸，哎，这边有卖海参的，你可以过来看一下，然后你可以可能更懂一些，然后也节约一些时间，因为现在我没有时间来选了，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判断了。好吧，好，拜拜。那一会儿让他过来哈。好的哟，我等你、哦、马上马上马上，太好了。哎呦，谢谢小双老师，足不出户超声刀，足不出户热玛吉，了解一下。过去找呀，这啥情况？还有镜头呢啊、哦！哇，叔叔好年轻啊！看到什么好东西了？叔叔好，好，你好，好不好？爸，你试这个海参，你看这个海参好不好？你帮我看一下，因为没有时间，我可能就10分钟了。对，您这边您女儿美丽，您在那边试海参，您女儿在这边做美容仪。爸，快没时间了，快去那边。什么好事都想老爸呀？是吗？38到40度这一块，深海15到30米的，它里面是透明袋的，不会接触到这个有色包装的这一块。这样的一个原料包是低温，把它烘焙熟。先提着，一会儿结账。先提着，一会儿结账。谢谢，谢谢，谢谢。还挺像。好的造型啊。防止花眼不？防蓝光，防 UV， 还挺帅的，戴上。叔叔，我可以给你订您杯茶吗？是吗？对，这是黄山毛峰茶。好，当时郑爽老师就是从每个项目过来的时候呢，人比较多，然后郑爽老师可能看就从我这儿掠过去了，走过去了。但是我真的就想争取郑爽老师，正好郑爽的爸爸那个出现了，然后觉得，哎，叔叔应该很喜欢茶，我觉得我还是要为自己争取一下。这是我们谢玉大的黄山毛峰明前标杆茶。然后它每年的总产量大概也就只有个2万斤左右。您能不能叫小仙女过来看看我这片？她还没来过我这儿。一会儿我告诉她。行，谢谢叔叔，谢谢。爸，你刚才看啥去了？我上大东区碰个大东区的老乡。不是茶道吗？啊，茶道不是都是已经卖出去了吗？不是，没有，不是已经选出去了吗？我在等你来，因为我第一次。我选了2份。不是，一会儿古代谁让你选了？古代不收钱，收银子。我一会儿取银子去。啊！我爸就是真的是拎了满手的东西，就像我感觉我是一个筛选官嘛，我是不会收贿赂的。有的时候让我尝个什么东西，我都想说都是三思而后行的。但是我爸真的是拎了一堆东西。叔叔，你给中国文化一个机会吧，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年轻人喜欢中国文化太少了。给老乡拉个票吧。哎，看你是哪里的老乡啊？我是辽宁沈阳的。真的假的？真的。那选你了，快上。看到全场都没有一个像他一样造型的一个人，所以我会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然后真的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涵养给表现出来，所以我想选他。嘿，为老乡加油！好了，谢谢叔叔。现在，赵一安正式加入了爽抱抱商社。恭喜赵一安进入爽抱抱商社，谢玉大 SK 机一键上架，爽抱抱商社。谢谢叔叔，祝你大卖。好的，谢谢叔叔。加入他的战队的时候，我那时候大脑是一片空白的，我真的就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幸运。草莓酱。啊！天哪！一会儿我那什么都有吃的，水果喝的都有。我还是开放。水果喝的都有，快来看看。
哇，我好想吃这个。有有有。这怎么办？我已经打开了。没事。没事。放在这儿。我一会儿吃。好，这是光明粉色爆鸡哦。我喜欢这个哦，不好意思。没事。它是红宝石巧克力，你知道什么叫红宝石巧克力吗？就是在鄂尔多瓜有一种可可豆是天然的粉色，只要是它做的巧克力就都是粉色的，所以它不是加了色素哦，它就是可可豆出来的颜色。对，还有这里，这里我觉得你一定喜欢的超粉色马卡龙色豆浆机。哇，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草莓酱自制的牛奶米饭。哇，想不想尝一口？有一点想。黄霄云妹妹，她就是超可爱，就是一个大吃货。我的风格是一定是她喜欢的，没错了。怎么样？我这边马卡龙。我觉得我很想选，但是我还是想再看一下，因为我很冲动。我来了，九阳真经。不行，这是我的。这你的？这你又吃，你能不能不要吃了？为什么？因为我胖吗？不是，就是你也太多了吧，吃的。刘维哥哥，我们已经私定终身了，但是你可以吃。哎，但是是适合你的，因为感觉你们都是那种很可爱的那种。是的，是的，是的。哎，你几个人了，签了？我现在这一行有两个了。哦，我已经签了三个了，而且我这次非常满意，这次签的。我也很满意。马上。第三个就是我。想你要记得哦。对，记得，我肯定记得，因为我要每一个都要看一下。Hello， 黄社长，看这里，咱家这个冰箱妥妥的爆款，全场独一无二。甚至咱们全国独一二，为什么跟别的冰箱都不一样？别的冰箱，哎，它怎么保鲜？它就是把温度降下来，是不是？咱们家这个冰箱它是怎么保鲜？它是 MSA 控氧保鲜，哎，控氧保鲜，对，照太阳。哎，我一说这个，很多人都不明白。之前我介绍的时候，哎，有一个妈妈就问啊，哎呦，你这个花里胡哨的，我听不明白的啊。我这个老年人我搞不清楚的，冰箱不都一个样子吗？啊，哎，我说阿姨您听好啊，哎，绝对不一样。控氧保鲜什么意思啊？保鲜什么意思？就是说咱这个抽屉里面，它能调节氮气跟氧气的含量比例，降低氧气的含量，这是它最好最好的一个功能。最关键的是，双开门冰箱，很多阿姨会觉得，哎呦，我们家放不下那么大的冰箱的。哎，放不下，哎，看他们觉得放不下，哎，不对，双开门别的都做那么宽，咱们家这个双开门冰箱占地只有0.47，只有0.47，自由嵌入橱柜，自由嵌入橱柜，而且它内部的空间同尺寸的要比同尺寸的其他冰箱可以多放整整27瓶矿泉水，27瓶哦。对他很搞笑，他很能，他很会说话。就我当时已经把刘一平当做我的备选了，但是当时时间不多了，我想全部都看一遍才做决定。帮我看住他。你要去哪里？我因为我那边都没看过。他会回来的，他会回来的。等我。好的，他会找你的，等他。龙哥，你选没事没事没事。飞哥，他我选了他，他没选我，没事没事。子琪没有他送给刘维那个 T 恤了，我都没有收到。我不用，不要不要不要，哥，开玩笑开玩笑。你看你这个人真的是，哎呀，看到他我有点害怕，你知道吗？我不知道选进了一个大哥，在我这边我本来还准备了一段很那个的 slogan， 我怕我不敢跟你说，我怕我说了你会，好大哥，我等一下再过来那种啊。什么？哎呦，我是，我不想给你太多的时间考虑，因为 Street Fashion 从不循环蹈矩。他们现在爆款来了，我把行李整理，我穿上我的 Dickies， 站在我的街道，在这里等你。选了，我觉得就这个选了，不能再犹豫了。点睛之笔，不是这个东西，就是，就只是为你准备。扫码，扫码，扫码。Freestyle 啊，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亮点的，在我这儿看来，对，我觉得这个是他最闪光的地方。龙飞哥，我让他加入我的迪伦家商社耶！ Yeah、恭喜龙飞加入迪伦家商社 ，Dickies 苏宁易购一键上架迪伦家商社。哎呀，太难了，我真的要自闭了。我超有梗街区倒计时3分钟。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就是在想，为什么不能全部都选？为什么只能选12个？而且这一轮好快。我的那个九阳豆浆机都是马卡龙色系的，一上架马上卖掉3万台。
是爆款。可是我们的大家电也需要有一个清单里面在哦。哎，我真的是陷入深思啊，因为草莓酱她很可爱，她是我很喜欢的那种女生的类型。刘一萍她很搞笑，而且她很会演，我觉得她很出彩。我去找一下他们问一下。六位老师，我要疯了，我现在不知道选谁，一个是草莓酱，一个刘一萍。你有刘亦萍那种类型的吗？就是搞笑的，要演技的那种，你有吗？我没有注意。如果你没有，你就可以找他这种。那我去找前台了。你找前台。冰箱。你想要冰箱？我是需要电器的东西，因为我选的都是吃的，我真的是需要3C 产品。什么才是问题？很多妈妈都会，哎，她找我说，咦，你们那个冰箱大的哟，我的橱柜是塞不进去的。等您，等您，等我。好的。哎，咱们这个绝对不一样，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双开门都是那么宽。其实，在家里面他已经没有在看我了，但是我们这个直接无视我，我只找存在感。哎，看不见我，我觉得我好渺小，我不能被看见。明白。来，等会儿，是不是？我给这个我政策想说完。好。是我要选电器，我选哪个？我来，郑爽不要了，快来！所以有人选我吗？不对，啥意思啊？你刚是不是要跟郑爽老师走了？没有啊，郑爽老师来看我要介绍一下嘛。老师等了好久了，他等你很久了。对，刚才有人骂你，没看到吗？在等我。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刚刚你介绍的过程中，我有点心里面有一点支柱。哼。非常抱歉，黄社长刚刚好像有冷落到你。我真的没有忽视黄孝云社长，我真的没有。我跟郑爽社长在讲的时候，我太投入了，没有关注到外边的变化。来吧，欢迎加入我们的云霄飞车妙趣屋。恭喜前台刘一萍加入云霄飞车妙趣屋，海信电视卡萨帝一键上架。云霄飞车妙趣屋，真的非常开心，因为我的这种讲产品的方式，终于有一个社长认可了，他表示了喜欢我，而且黄孝云社长真的是对我们太温柔了，太好了。让我纠结一下，让我纠结一下，纠结一下，我真的纠结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让我纠结一下，你等一下啊，雪糕，等一下啊，我要思考一个问题。我现在已经签了第一轮，签了四个人，然后我现在再签四个人的话，我是等于有八个人，然后总共有十二个人，还有两个区没有开放，怎么办啊？快来，肖云，你真的，肖云真的，肖云来，肖云。我超有梗街区开放时间到，请四位社长回到中心广场。你看，洗车机你刚才也没有了解，但是洗车也很好。咱们马桶又这么智能，但是已经晚了，亲爱的。没有，你还可以选啊、哦，你还可以选。我知道，我先上去了。啊、你待会儿要被选，选我。我尽量，好不好？行吗？我尽量。咱说好。双小双，小双，到时候我还有机会，我再来选你们哈。这两轮下来，其实我发现自己的名额真的不多，所以我接下来在选择上会更加的谨慎，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太难了。恭喜以下推手机品牌加入四大商社：维密百货、云霄飞车妙趣屋、迪伦家商社，还剩五个名额；爽抱抱商社还剩六个名额。接下来第三轮开放的商圈是金牌卖家街区。哦，你们最想去的。我觉得金牌卖家这里面的人一定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他们很容易绝对就能把东西卖出去。在双十一时期的话，我有卖到快200万。爆款来了，必须要来金牌卖家组，因为你是卖货的。我太想抢了，太想抢了。60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启。你给我站住，前面的你给我站住。下载并打开抖音 APP， 观看更多爆款来了精彩内容。特
别明信合作品牌360车品、360儿童、360 ABC Kids、 ACA 北美电器、歌斐颂、外星人、安慕斯、安踏、 AOC、 阿尔泰玛雅、爱依美、奥克斯、比乐蒂、 Mobot、 贝轻松、必然德、北鼎、百雀羚、半亩花田、贝贝家、比一、博士家电、珀莱雅、卡西欧、高姿、 Karaoke、 科拉奇、初雨、创维、春江食品、纯享、长虹、 DW、 Daniel Wellington、 DJI、 Nikas、 Dr. Arrival、 戴森、大白、单身良、东芝持风、惠百诗、依云、 Xelio、 Frankie、 芙蓉机、 Fresh、 傅雷诗、汾酒、纽西之谜、格力、娇兰、格力高、顾家家居、光明、哈维纳、 Home Life、 海昌、海尔、海尔空调、海尔热水器、海利恩、海信、海信电视、汉口二厂、好欢螺、红星美凯龙、龙猫先生、方太、上品本色、红星美凯龙、高怡、尼维娜、麦丽菲、火星人、 I Robert、 杰西莱、杰夫柔、九阳、吉米、加乐士、金道谷、居然之家、老板电器、浪晶、君乐宝、 KHA 优品专卖店、寇斯丁、卡贝、卡萨蒂、凯迪克图书、康巴赫、康佳、可摩多摩、欧舒丹、蓝维乐、兰芝、乐扣乐扣、李子柒、李子源、联合丽华、林内、林清轩、林氏木业、美的空调、美的冰箱、美的热水器、美的生活家电及 Como、 美的吸尘器、美林、魅族、梦神、慕斯、欧 melon、 欧莱雅美发、欧派、欧扎克、冰兔、普莱斯、泰利蒙、贵格、奇瑞、全友家居、红地球、人头马、荣泰、荣生、 Cico、 新知、 Silken、 Sisley、 SKG、 Smile、 苏密、三棵树、森马、沙克、珊珊、鼠大厨、思古、松下电器、搜狗、苏泊尔厨房电器、苏泊尔厨卫、苏泊尔炊具、苏宁易购、索尼、 TCL、 Tiger、 虎牌、天猫精灵、天猫魔品、统帅、途家、 Yukis、 Ulike、 尤利、万和、 Vida、 福维克、豪礼、万家乐、王力、微软中国、伟龙、无穷、西门子、西铁城、相宜本草、想去、小米、小熊电器、小熊个人护理、小琴、谢玉大、星巴克、杏花楼、雪花秀、雅诗兰黛、一家、一叶子、伊利、毅力、优乐多、中靴高、尊明货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特别鸣谢媒体海信、康佳、微博台网、微博、新浪娱乐、抖音、哔哩哔哩、腾讯看点、新浪新闻、环游相机、怪兽充电、知乎、闪送、百度输入法、蜗牛睡眠、智联招聘、动图宇宙、小红唇、超级星饭团、陈帆、万牛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把